欢迎来到南山谷韩雾村，耶、yeah! ！现在我们来带你看雾子。是我邻居的屋子，他邻居住这边，要小心头哦。好，为什么有这个设计呢？其实原因就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去拜访客人嘛，对不对？就必须要很有礼貌的，就是这样子，对，要鞠躬。所以我们进去呢，都一定要弯下身，对，这样就鞠躬啦。对，就是以示礼貌。在这里呢，就是有分就是男生的宿舍，所以你看这个地方，这区域全部都是男生居住的地方。等一下，我们带你去看女生居住的。这地方呢，就是男生的区域啦。我们可以在这里设施、communication 怎么都可以。空间蛮大的。对。然后这里呢，就是他们的房间，这是他们的窗口啦。然后待会我们带你去看女生的宿舍，它就在这。通往女生居住的地方。好，在房间里面呢，你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东西啦。这个呢，地方呢是属于未婚女性住的，那么他们在房间里面会做些什么呢？就是会睡觉啦，裁缝啊，对，还有裁缝。这个东东是为什么会在这里呢？夏天的时候可以取暖，然后里面会放 kimchi 防止臭，冬天的话呢就是保护 kimchi。不会臭臭。这个呢，就是女性的活动空间啦。这次呢，我们去到参观的这个屋子呢，有没有看到我们之前的不一样？他们是比较大的，就是这是以前人比较有钱的家住。好，为什么呢？怎么样这么高呢？因为我们那么高的意思呢，就是说以前的人嘛，就是越高的人就代表他的权力，就可能有一种感觉，一种身份的一个地位。好，我们继续参观。性的房间，一人住一间房子，就是小小间的地方这样子。然后你们可以看到那边就是他们的一些厨房啊，这是他们准备材料的地方。然后你有看到上面的这个小桌子吗？因为这张小桌子呢，其实就是他们一人一张桌子用餐的，就是他们不会在好像我们这样 dining， 他们就是在自己的房间做完所有的东西，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立性的桌子啊，自己用餐。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，是不是有点像拜拜的地方？可是里面是拜什么呢？其实就是拜他们的祖先。来，让我跟你解释一下，我的左手边呢，就是给他的 father。Grandfather, grand grandfather, grand grand grandfather。欸，那如果是 for 穷人家的话，在他们在哪里拜呢？因为你可以在家就没有钱，其实起这么壮观的一个地方的话呢，他们就只有一张纸，以示木牌这样子，然后在家里拜拜供奉这样子啦。刚才带你们看了女性的房间，现在就带你们看男性的房间，他们也是自己有自己独立式的。然后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大的区域是拿来干嘛的呢？就是 wedding ceremony 啊，他们交接为夫妻的地方。然后呢，你可以在男生的居住的地方看到这东西，在就是在他其实这里呢是放满水的，水是来干嘛？洗脸？不是，这其实是来让男生就是有一些水龙头啊，男生以前就是一定要学书法啊这些等等之类的，所以只有在男生的一些区域可以看到这个东西。那么呢，现在我们呢就来到，这是比较有钱人居住的地方。对，就是你有钱人的邻居。对，我有钱人的邻居就是可以自得其乐。现在给你们看一下，这门旁边，这是大门一进来的旁边，会是谁睡的呢？就是让工人居住的地方，因为他们工人居住的地方呢，一定是靠近门点的，靠近大门。对，靠近大门，这个也是 for 工人居住的地方啦。然后呢，在我的这一边呢，就是他们的厨房。
我给你看一个用具，这一个呢，鼻子大象，那一个呢是在古代的时候，他们是拿来制作酒的。然后呢，你可以看到。是有非常多的小小店的房子，它其实就是让二奶啊、三奶啊去居住的啦。因为是一夫多妻制嘛，是不是？你可以看到女性居住区域呢都是比较高一点。然后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我们每去的一间家，地上的砖会越来越高，就是表示他们是很有钱的。我们今天对到这里为止啦，应该很长的。我们美不美？美不美？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谢谢你，拜拜。